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我平常活跃于那个神魔之塔，所以暗黑的朋友可能不太认识我。当然，神魔之塔的朋友也不一定认识我了哈。这个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，这个是谢尔曼妖索。没错，谢尔曼妖索。刚才因为这个暗黑三要出资料片了，现在。要更新过后，第一次去打骷髅王都会掉宝，之后可能会改成打暗黑才会掉，可以看到我拿这个谢尔曼妖索，它是有一个击中时有机会使一片区域陷入混乱，并使该区域内的敌人盲目并缓速。我刚打，使用上还蛮好用的，因为我本身之前在暗黑的时候有po过文章，就是把 BOSS 追着打的一个方式。这个巫女配一个魔难，可以魅惑，然后这边又一个魅惑，然后这边又一个困惑炫光，现在再加上一个谢尔曼妖索，本身我有一个回荡狂怒，可以看到我有一个，这个是魅惑一次，两个魅惑两次，困惑炫光三次，然后这个谢尔曼妖索四次。再加上我的回荡狂怒五次，有五个的一个几率可以让敌人就是没办法攻击你，那我这样要使用的是打那个屠夫，我打是普通一啊，攻击力不是很高啦，可是这个主要是四这些装备的一个效果。绿啊，一定是趴在那个了。上头，我们可不可以追着屠夫打这样？如果看到他，看到那个范围机效果出来就知道了。有触发了，好像瞬间就没了。这攻击要很快才有用。对屠夫好像无效，我把它弄瞎还有啊。是我那个谢尔曼妖索。今天打屠夫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绕，然后可以面向小屠夫，不要离太远，不然你要追他最好远。没有用，他那个范围非常大。在打小兵的时候有用，打这些没用，可能是屠夫的关系吧。魅惑还是都那个恐惧都有效，可是魅惑恐惧对屠夫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只有困惑炫光有用。需要更多怒气。可以看到我攻击力也是很高，但是我攻速好像 OK。可以站着继续吸血，僵尸肉，让他撞墙壁，让他撞墙壁就不用再跑那么远。一样在弄啊，我操！布尔凯索对我微笑，非常好。金装都没有，非常好，什么烂东西啊！好，以上这个是没有测试成功的这个谢尔曼妖索，以上这个没有测试成功的分享。好了，我们去打怪好了，测试一下那个效果给大家看一下。对 BOSS 的话，可能是要打那个叫什么王啊？忘记名字，太久没玩了。我来设
下喷雾星光的效果给大家看。你看到全部都木满了没有？而且还缓速。我这攻速快才是重点。连隐身啊，就是野蛮人用应该都不错。你看到缓速又木满，这个效果不错。然后本身我又有回荡狂怒，又有狂怒的效果。基本上怪物都是被我追着打。好，以上这个对 BOSS 测试的，应该说屠夫啊，测试无效 ，BOSS 应该有的有效，有的无效这样。我记起来了。这个这样一个，我曾是至高装备的分享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正义的化身，我曾是，我就是。